来来来，亲爱的老铁们，你们不是很喜欢看现车吗？今天他来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手上有赞的点个赞，有关注的点个关注，实在不想点赞加关注的捧个人场，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。搞个锤子，今天又现车了，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。今天这个坡总是爬不上去，我必须要跟老铁们讲实话。本来这是昨天挖的一个一无如太阳塘，昨天塘底下全部是干土，我基本上把所有的土收到了一起。本来我是计划把塘底所有的土甩上去，然后挖机爬上去了再下班，就是这个大傻强不知道哪里收集来的情报，说东家的小姨子明天早上会过来看我修第一滴波二坝一无如太阳塘，就给我出了一个点子，说今天早一点下班，明天早一点过来再转这一堆土。我心想，哎，有道理，那就等明天东家他的小姨子过来了再做吧。结果啊，意料之外的事在后面。等我今天早上过来，满怀期望的想在东家的小姨子面前露一手的时候，昨天打堆好好的干土，今天早上全部变成稀泥巴了，而且上去的这个地方还有很深一个坑，原因就是这个塘底有一口地下水，而且水还挺大，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，所有的干泥巴全部湿透了，全部变成了稀泥巴。啊，我亲爱的大傻强啊，这一下就搞得好，不但东家的小姨子没有看到，现在挖机也爬不上去了。我就想问一问老铁们，这算不算赔了夫人又折兵？大傻强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要是挖机爬不上去，那你就穿着裤衩下来给我推，要是我今天挖机爬上去了，你不给我洗到干干净净，不给我洗上两个小时，那么下次你就叫我大傻强。